血哟。来玩一下这个游戏，据说这个游戏是一个，要不要和谢我一谢起吃你。小熊饼干？它好像据说这个游戏要不是要一和我一个起吃比小熊较饼干？剧情、比我较宁好愿做看一的个笨游蛋，也戏。不愿失去你。谢谢跑跑猪的我15宁个愿飞做一机，个笨谢蛋，也谢。不愿失去你。它这个是单机游戏，不是联机动的，感光谢波，谢动你。感光波，不是的，动感光谢波，谢你。谢谢跑跑猪的动感17光个波。飞机，谢谢跑跑猪。是一个恐怖游戏，然后之前是 2D，然后现在是 3D。我有点害怕，我好久没看，没玩过单机恐怖游戏了。我鼠标呢？怎么灵异动感事件光了？波，我动的感鼠光标波。呢？什么呀？我怎么按了没反应啊？什么你情是我况？最好的朋你是我友，最好的我朋们友，之间不我需们要之那么间客不需要气。那么客气。什么情况？我怎么按了一点反应都没有？谢谢蓝纹霜的2个音效飞机，谢谢，谢谢跑跑。要不要和我一要不要起和吃我一小熊起饼吃干？小熊饼干？别发了，我去！不是，这个游戏怎么点啊？哦，这样了。谢谢蓝纹霜，谢谢蓝纹霜。1926年3月初，故事便就此开始。乐起，迎亲。哦，有人结婚，但是这个结婚的画面好阴森啊。奉天之作，秉地之合。怎么这么阴森良啊？缘遂地，同这结婚案的看起来也相很阴森庄。啊。圣仪祭备，佳偶天成。新娘子，好漂亮，但是好像不是很开心。我勒个去！发生了何事？我死了。他吓我的呀！我就死了，我死了。等一下，声音大小怎么样啊？你们感觉声音大小怎么样啊？啊？声音还行吗？通关了。声音有点小了，我已经拉满了，我这边已经很大了，你少来，我这边已经很大了。
不要再大了。发生了何事？不是，我不是按了吗？你少来，我按了，我按错了，不好意思。发生了何事？东西啊！什么怪物？啊！我看到这么大个怪，我还要离开花轿。这不是变态吗？那我肯定坐里面不出来了。去哪里了？三月初三。把它推到石墙上面，应该就能够上去了。单凭我一人之力，根本推不动啊！哎，这是什么？一共是七个轿子。啊！就说这里已经有很多那个了。就是已经有很多轿子在这个地方损坏了，这怪可能是单身久了，他不太喜欢别人结婚。但是我现在需要一个人来帮我，但是我根本就抬不起那个。哦，还可以打灯笼，红白交错的横慢，这是送嫁还是送葬？听到了歌声，好好听啊，还挺好听，你别说，耶。怎么这么多鬼火呀？音乐变了。悲莫悲。现在我们已经就是没有人能照顾了，所以我们必须自己照顾自己。怎么被我阁吓到了？等等，夫人，这边有一个女孩子。等等，夫人，去你的，这你敢叫？你被水鬼迷住了，要不是被我叫着，就一头扎进海里去了。小米，我方才在水中见着一位夫人，身影曼妙，
却满头华发。前面可是鬼海，哪有什么曼妙夫人，有也只会是鬼。我听见有人叫唤，便壮着胆子跑回来瞧一眼，幸好不曾想竟还真有人活着呢。这里面还有人。我叫乔荣，是玉生乔氏的小女，救命之恩多谢姑娘，不知姑娘是哪家的小姐。我哪是什么小姐呀、谢谢夏木寒影，谢谢。我姓黄，名小米，你呀、叫我小米就成。啊，小米，你好呀。你看这上面怎么这么多吊着的喜人呀，我们快离开这里吧，我走不动了，救救我。哎，我怎么走不动了，妈个姐。啊，我们快走吧，这里不安全， Let's go。 王姑娘、小米，你也是被官兵接过来的吗？我下轿的时候外面不知经历了何事，跟我一起去推那个木头，我们一起离开这里。这里怎么骗了？谁知道呢？这一趟的女孩子应当都是同样的吧。我们被扯下花轿，像牲口一样被往里面赶，忽的不知怎么一阵天摇地动，后面的人都叫了起来，我便跑开在林子里躲了起来。啊，你快过来吧，别逼逼了，先离开这里最好了，快走吧。看这顺序，我似乎是最后一脚。我还看到了一只大眼睛。我听老人们常说，红月当空必有天灾降，总之先离开这。小荣，咱们可对对对，快走吧，我们一起推他。这是什么，你们看一下。思念沉寂之人，亦会行至此域，为至此得见逝者之影而已。啊，他的意思就是啊，我们不用担心啊。等一下，我把这亮度调高一点嘛，我看你们好像看得很黑，这样调高一点。这会不会太亮了，有点亮，调个70%。OK， 这样，这是什么？这样可以吧？走走走，有个人陪伴还不错。这是什么？耶！这个杯它在动。还有声音，棺材里面传来了老指甲盖的声音，快跑快跑！危险危险，这谁会去碰啊？这个村庄里面，对了，咱们好像走进王死城了。王死城，这里不是宜川吗？3月3，我外婆说，宜川自古便是鬼城，是阴阳交接。王死城收纳的竟是些横死冤死的孤魂野鬼，误入鬼身的人如若做过什么亏心之事，便会接受了。咱们清清白白，即便是真有阴司的存在，我真的吗？你真的清白吗？我真的清白吗？
会研究医疗方面的民俗，问来伊佐呢？问米，问路，这个法子似乎尚可一试。我被吓到了，我怎么办？问米，我阿婆是城北出了名的米婆，咱们向鬼问路。啊？向鬼问路？此话当真？正因着这里雾霭缭绕，阴气森森，才需向鬼问路。我估摸眼下咱们也找不见第三个活人了，有可是咱们就试一次行吗？好姐姐，你能不能帮我去找些生米和红鸡蛋？我得在这儿稍微布置。好吧，我去四处看看。我去，你真大胆啊。谢谢你。一把钥匙，斑驳的什么？大姐姐，我跟你回家吧。谢谢爸爸，有点甜。这谁又有什么动静啊？上面那个新娘不见了，这怎么有人在敲？有人在敲东西，敲棺材。他要我跟他找大米呀。那边有一个那个站着不动的那个，对呀，大米，这是大米吧？这个咱们不可以拿吗？他不是要米吗？对不对？这就是米色，我们不能拿米啊。旁边有鸡。哦，这还可以走啊，我去，这么大。沉船。它这个游戏，它是一个类似于解谜的游戏。走，去看看这个河堤发生了什么。耶、yeah!我去，红色的鸡笼，打开看看。没头的姑娘，我不想打开了。我不想打开了，为什么要打开？大姐姐，我跟你回家吧。拿米，哎，我去，脸上啊，谁呀？先拿米再说，青米在哪里？在这儿，难不成在鬼那边？估计又要去鬼的那个地方。连环画，米婆。这个画上面有什么讲究没？好像没什么讲究啊。看起来有点像个，
在海里面。我去！别吓我，别吓我！这个米在哪儿啊？不会吧，我真要进去啊？这谁进？这谁能进啊？我去，这谁能进啊？这谢谢你。这谁敢进啊？你站门口，我谁敢进啊？我。我去，还真让我进。哦，进来他就走了。有一村有个大鬼索西，这个大鬼他就吃人，他就在这个德文呢，他就看到那个人，然后那个人就去了，然后他就不知不去呢，然后他就那个了。嗯，可以。好体贴哦，他给我整了个翻译，真好。米呢？我怕他那个突然，你知道吗？突然，嘣一下出来，我感觉我回去要被杀。这是哪？我回去是不是要被吐脸？什么？什么？那个大鬼是不是来了？好像是那个大鬼来了，他在门外，咱们不出去就好了，等他走，等他走我们再出去。他感觉就在我门口，出去看看。嗯，快找个地方躲去！快，What？ 这是啥呀？这是啥呀？这么大一只！他还会过来不？他应该走了。我们还要找什么来着？我们好像除了米，还要找一个东西。我们看一下右边能不能走得通啊？哦。正好有个染血的鸡蛋。小米，哦，走，快回去，回去找小米。他是往小米那边去的。嗯？这谁？我是小米了吗？哦，我切换两个人的视角，就差白米和鸡蛋了。啊，我现在是小米。
米店造买人两个米，黄米黄小米，小米黄砖砖砖，黄米砖砖好像是为不行，为什么自己不不然？因为小米摆在门口，黄米在铺内，所以当时我们要就什么抢换位置，然后摆在那小米在铺内，但是人家玩完就走，人家带走了小米。小米不服气，认为是价格问题，然后抢换人米让小米过来让餐。女主完全仗着自己，然后黄米也确实比另外好，但真是我喜欢买。黄米不服气，认为是名字的问题，换成小米的名牌，换了几天，人们很多牌子都是这么来，我这么多人都如果小米消失了，那人就不会选了。黄米完全是按着水光后的盖子，我把怎么样都问怎么样，这么办？然后之后我就发现，人又找发现一个人在说发霉，于是人就开始议论这段时间自己家的小米确实是在不太疼了。胡说胡说，都是骗子！这也是，阿婆也是，谁叫阿婆总是偏向你？连问米之法都多多只叫你一人做，我只不过是，我，小米。我去，我是黄米，我不是小米吧？我是不是把小米给杀了？哎，我是小米还是黄米啊？我好，嗨，小米。太好了，我是黄米吧？小荣，小荣，我正担心着你，我方才又听见了那天摇地动的声音，没想到那可怜的母鸡被怪物吃掉。小荣，走吧。对了，小米，啊，怎么你的袖口也是方才逃命的时候不小心撕掉的吗？哦，你不说我还真不曾留意呢，兴许是在哪里被扯碎了吧。一拜鬼地，二扣游魂，禁困于此，不知所可，还望乞怜指点迷津。他对话的是黄小米，然后这个人是假黄小米，他是黄大米，不，他是黄米。禁困于此，不去。还望乞怜指点迷津。小米，快停下！我觉得不对劲，咱们总会有别的办法能离开这里的。你快停下！他有可能问的这个鬼是那个小米，就是被杀害的那个小米。变了，现在我们这房子已经变了。两短一长，我现在又是谁的视角呢？哦，前面有人。施术者心思不正，必遭其反。谢谢你。忠言逆耳利于行，您的二女之中恐怕只可有一人能继承问米之术。谢谢帆帆，谢谢季蒂诺，谢谢。便依鲁夫人所言吧。你们都不叫我问米，我偏要问，凭什么他可以，唯独我不行？凭什么？凭什么？家里面有两个女儿，只有一个人能问米，谁问的米？还有一个人不让他问米。想要的物事就要去争，就要去抢。我推，我没错。好，然后有一个小女儿就是非常的嫉妒另外一个女儿，所以把她害死了。姐姐，姐姐，放过我，我不是故意推你的，我不是故意推你们的，放过我，放过我。哦，小米，你怎么了？小米，这个人是黄米，我不想那样的，他不是小米。这个鬼是小米，但他还是给他指了一条路，让他们离开这个镇子。嗯，哎。哦，
快先走吧，小黄。哇，太好了，他姐姐还是很好的，他姐姐被他嘎了，他还是给他指路了。无头女尸，谁？真的很好，他姐姐。有鬼喜欢吃，吃脑壳，形状非常大，非常笨重，到处找吃的，闻到腥味就会醒。是吧？感动了，真的感动了。数日没有人捡，然后这个棺材就一直在这里嘎了。像有什么？小荣，小荣，你醒了，你觉得如何？可有哪里不舒服？我好害怕，我和思成真的会断人。黄小米，姐姐她来找我了。她就是黄小米。她很寂寞，想和我在一起。小荣。我好害怕啊，但是我怎么感觉这个女孩的个性跟那个黄小米不太像呢？我刚刚就是不对，此地怪，所以小米，不论先前发生，我怎么感觉这个黄小米是个性非常的温柔，那个印象里的黄小米给我的感觉，你跟着我，觉得她很凶。哦，在这儿呢，躲在谷后。我们要躲避他的监视，你要被看见了，小米，走。安全了，我安全了。你还好吗 ？OK， 我安全了。快跑，快跑，快跑！钱庄陈氏中女，查看棺材里是什么？是一个穿着喜服的女子，手里握着一根供香，拿走。神境三，鬼境四，四岁接客，条路接通。神境三，鬼境四。刘啊，刘啊！我去，拿走，拿走。说实话，如果我不跟你开玩笑，这个棺材可能要吐脸，你信不信？你信不信这个棺材要出事？啊！没有东西，不会是我身后的那个吧？什么东西在动啊？谢谢峰哥的火箭，谢谢峰哥的六个月的。钻粉，谢谢峰哥，谢谢帆帆。被七具小尸体笼罩，他这个是敬神的还是敬鬼的呢？小荣，你觉不觉得比起出嫁，我曾听人提起过冥婚，家中二姐便是。或许尚未叫别人结阴婚，其冥符仪式从一开始便是人尽皆知。说的是要嫁去上位府，原本还想着怕不是捡了个便宜，哼，谁知道上位便用偏方，以白首作为药引给儿子治病，总之尽快。可能身形巨大的怪物挡住了往前的路，绕这台上贡品齐全，却独独没有香，倘若点哦，那我们应该还差一根，我们是要敬神还是敬鬼呢？
看看里面棺材里面是什么，是我的名字，但是我不在这里面。对，三进神，四进鬼，对吧？我们插三根香就正好，就差一根，就这根拿走。神进三，鬼进四，你说我们应该是进三根吧，应该不用进四根吧，进四根不是傻吗？看看还有没有香。没有，这是小米的棺材，前面那个是我的棺材。哦，四根，那意思就是说让我们抉择是进鬼还是进神。如果我们进神，百岁接客，条路接通。三进神，鬼进四，你说我们进几根呢？要不还是进鬼吧。我说实话，这都已经到鬼家了，你不进鬼，你这一会儿人家生气了你咋办，对吧？进鬼吧，咱们乖一点。哎，快跑，小柔快过来。可以走了吧，我们把他引过来了，我们就走吧，别搁那待了，快点，我们走不了，要不偷看一下。走走走，他在吃，吃啥呢？在吃贡品。哦，他在吃贡品，我们应该就可以走了。他吃的很香。Nice， 然后我们就去那边，对吧？刚刚就是为了把他引过来。Nice！ 不好，他追过来了！怎么还追过来了呢？坏了，坏了，坏了 ！What？ 你这个逼啊！别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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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直接一个下水。黄小米，你别让我遇到你！你这个忘恩负义的小宅！谢谢要开心，谢谢要开心！谢谢老头，谢谢老头，谢谢下嘴唇！哎哎！你个鬼孙儿！我去，我还跟他一起拉，我还牵他的手，我真的是个狗。谢谢甜豆花，谢谢琪琪宝贝，谢谢。救我 ！Nice， 救我 ！Nice， nice。小米，对不起。这就是因果报应。这就是因果报应。知道吗？害人终害己。算了，不靠谱，咱们还不如一个人走。这个鬼呀，关键时刻他是真敢推。什么？哎，妈妈，妈妈。过去戏班子有傀儡戏，估计也用的是这个。快走吧，我应该是被骗婚了。他假个妈嘎说让我嫁到别人富贵家里去，
结果实际上给我安排的是这种婚，冥婚。谢谢你。有动静。咳啥呀？我这个地方，气不是很干净。哎！好，我被困住了。谢谢小团团和刁得意的钻粉，我被困住了。这是谁？七日，每至子夜，他必会复现。嗯，三月初一。谢谢你。刚刚我们那个好像是三月初三，哎，这是谁呀？早已作古，与我束发之年春日投海，死无葬处。这个不会是一个抓鬼的人吧？谢谢你。你看他打的灯都跟别人不一样，哎。帅哥，你谁？他好像是我们，好像是三月初三嫁的人，然后这个人出现的时候是三月初一，他好像是过来办案的，荣氏义庄，贴满了符，就这个人，这个人在指引我们。义庄守门人何在？哇，真帅啊。守门人大哥哥，我带他。这里是怎么了？出事了吗？有人嘎了？谁嘎了呀？谁嘎了？屋里面上着锁呢，在这儿啊，这里面有一个红色的灯，看一下是谁。嘎吱嘎吱的，为什么要敲一下这个罐子呢？罐子里有人。哦，这就是这个人住的地方。接人，荣氏世代辛劳，百余年来，只可怜时易时变，老夫年事已高，实在是方才他去取水，眼下也没有回。嗯，那小孩不就在外面吗？难不成我遇到那小孩是个那个？哦，院里面没有取水的地方。哎呦，哭的二月兰，新鲜的勿忘草。嗯，啥意思？他在这养僵尸啊？红莲火烛属于一位故人。狼子的治疗不尽人意，但是这件事上那个什么燕老板尽心竭力，大家都看在眼里，然而尚未不忍放弃，谢谢，所以各道到处广寻药引，还望你加速找到一味适合的药，让狼子还魂。哦，整体来说就是有一个上尉，他的崽死了，然后呢他就想着各种偏方，想去把这个崽给他救活，然后呢后面就搅了各种什么这种花呀草啊放在这上面啊，还有什么红线啊这种招，结果都不行，所以他后面就开始了冥婚。嗯，对吧？
所以现在我这个人就是相当于说那个时候的一个来办案的人。我要干啥？我要取水。我是要找一个取水的孩子呀，是吧？他刚刚说的是让我找一个取水的孩子，难道在棺材里？耶、yeah ！哦，这有个小猫咪耶。嗨，你好啊！哎，真可爱。要不你带我去找那个小屁孩吧？是不是走这边？不是啊。嗯，是不是在这个红线的那个门那里过去？哦，使用蜡烛，然后完了之后我要穿过这几个僵尸，看看，去询问一下。那我只能去找那个……哎呦妈！哎呦，吓死我了！奶奶个腿儿，突然走过来，像个鬼一样。寻一下这个，说一下那个路障。老夫年过古稀。哦，恭送喜神。乞丐，乞丐。OK， 可以走了。哦，看看这个，传言已死之人，唯有怨欲或者是有恋念，执其不死，不幸生死之时，困于一处，念未解，不得度。他这个意思就是说，传说中有人，如果他生前有一些就是恋念或者是怨念，他如果没完成的话，他就不得超生，对吧？这些没懂，这个没懂。嗯，看看他在看什么。贞子。哎呦，还好我闭眼闭得快，不然我就看到了。可是，那我先去。你在同何人讲话？嗯，我娘，她平日总是坐在这里的，但是不知为何这会儿突然不见了，兴许是怕生吧。你是守门人的亲眷吗？嗯。我是从山下村子来的，娘亲不让我下。你问什么？这个井里的不会就是他娘吧？娘亲不让我下山。啊！就是他娘。哎，不是，你疯了！我碰你孩子都不让碰。哎呦！我真服了你，真突然啊你！可是我，那我先去荣伯。你在同何人讲话？嗯，我娘，她兴许。你是守门人的亲眷。嗯，我是从山下村子来的，娘亲不让。你腕上的抓痕。娘亲不让我下山。我去你的，这多吓人啊，这突然的。起于人心，困于执念，先探明此间因果，以免徒劳无益。他妈，这是他妈，他妈掉井里了，应该是。这边全是锁，都上锁了。
看看这房里面吧。呀，哎，别拉了。他妈还是很爱他的，他妈先前给你寄了一封信，没有收到回复。近来山下有很多匪徒，让村中无法久住。早些年就听说那个庙会收无家可归的难民，现在易容荣氏一庄也是如此。如今我们孤儿寡女走投无路，将要上山去，冒昧的寻求您的庇护，含泪写书，万请开恩，荣老尊见。哦，就说这孤儿他们这一家其实挺好啊，收了不少那个人。然后呢，但是呢后面有很多匪徒，就导致他们哦，灶房的钥匙。女孩和孩童的鞋。哦，那就是说这家里面这家两母子啊，母子一开始还是很幸福的啊，他妈还是很关心他的，但是他妈后来掉井里了，无路可逃，本来想上山，结果也没得到回信，所以他妈就有点经受不住，就那个了，他就他就没地方去了，又掉井里了，就很痛苦，还挺惨。这也是他们家。哦，吃饭呢，我一进来就吃饭给我听，食物已经腐烂了。这是他们以前家里面的厨房。游戏声可以设大点，馒头，但是我这边已经很大了，你奶奶个腿，我很大了，我还色大啊，就两个，我已经很给面儿。厨具破旧不堪，竹篮中放着二月兰和一些野菜。他们不会天天就吃这个吧？就是有非常多的匪徒，非常的猖狂，天天拿人钱财，然后杀人，还奸淫妇女，居住需要小心。虽然这种情况，但是他们越来越猖狂了，现在也影响了治安，危害了人民的安全。然后希望各位村民不要胆怯，也不要麻痹，面对暴徒应当奋起反击。哦，然后完了之后可能就是因为这些歹徒，然后他们就出事了，家里也有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出了事，对吧？那也是可怜人啊，还受伤了，还弄了草药。谢谢方毒 CCP。 不是我还应该干点啥呢？我没有说完吗？我要收仔细一点，不然有可能会卡住。这个里面，哎，简单生活物品，两行诗。哦，放馒头给他吃。
你别吃我，你吃馒头。别！你吃馒头你就吃馒头，你吓我干什么？正香。哎呦，吃馒头就吃馒头，你吓我干什么？好，到厢房了。红绳缠着一个灵位。五行转盘插了个水，似乎缺了水元素。红莲烛火又拿了一个。恭送喜神。铺满了二月兰和勿忘草，他们好像很不想忘记什么东西。我发现不想忘记什么东西呢？不想忘记他的孩子荣怀远之灵。去你的。荣伯伯人很好，但仿佛有诸多心事似的。除了荣前辈和你的娘亲，此地你可曾见过旁人？荣伯伯说这是个秘密，不让我告诉别人。说嘛。就像从前我也有很多旁人看不见的玩伴。娘亲可以看到鬼，叮嘱我不要声张。可自从来了这里，就看不到山下那些玩伴了，除了荣伯伯，都没有人能同我玩。没啦。你可知？荣伯伯先前说从那儿走不会被娘亲发现。走。跟你在一起我感觉我很危险啊，说实话。我就摸了你的头一下，你妈妈就要出来弄我。走哪走啊？哎，你也不带个路啊。哎，去哪了孩子？他刚刚说从哪走。走挺快。哦，在这儿。对白声音调一下吗？哈哈哈哈哈哈！好的呢。对白声音也很小，拉一半先试试啊！别等一下突然吓死个人。走，谢谢摸你，谢谢摸你。我们现在要去打水，刚刚那个五行八卦阵里面插一个水。哎呦，你娘亲也……这声音不大吗？我也感觉不是很大。一庄粮食，这个说话声音确实很小。可是，不久之前，自那以后，他是否再未出过一庄？娘亲说，所以娘先前总是会将祠堂收拾。可现在娘亲不出门了，我虽也有打扫，却踩不到原先，我也只能做到这些。你已经做得很好了。再弄大点，拉满。我直接拉满了，这个再加两个，我尽力了。走，刚前面有动静了，小心点啊，有水声。冲！
好，我们接了一点泉水，走回去。大哥哥是从哪里来的？我湖南玉，湖南来的。那大哥哥可曾见过我爹？奇了，娘亲明明说……等一下，怎么声音这么小？都不准我下山去找爹爹。还是声音好小，但是我已经拉最大了。你爹是何人？我爹爹是山下的教书先生，许久之前他们是从鬼海坐船来的。村里山下有倭人的租界，倒确实可成为恶鬼。我从城北上山，既是学书念字，想来……真的吗？爹走的那一日，叫我好好陪着娘亲。还好，我还有娘。冬雨已逝。是不是这边还有东西啊？但他娘其实也没陪他了，他娘也已经嘎了，没有爸爸又没有妈妈，这孩子太可怜了。哎。可怜呀，这边还能过吗？不能过，就刚刚那个纸了。可怜呀，孩子，要不跟我一起去小奶团当主播？可怜呀，不能这样，再这样我代入不进去了。走吧。我们把这个水放到这个五行八卦阵里面，看看会发生什么。这个门是不是就要开？哇，这样子放的吗？哇，那个去！开了。找仔细一点。哎，这又有一只猫。哎，这房间怎么这么熟啊？找了一只猫给我们撸，挺还不错，让我缓解了一点点。这不就是咱们之前那个房吗？这就是我们之前进的那个屋，对吧？然后那三个僵尸不见了。哦，这个老头苦命人在这儿呢，为了生计什么都得做。是啊，却还是落得了这般下场。他什么下场？他发生了什么？众生无常，众生皆苦啊！既知晓其中因果，便劳烦您将他好生安葬了吧。我本不当逾矩，但念在荣师鞠躬尽瘁，死而不已。以泽木通两界有一人之能，我护得了他一时，却护不住一世。跟着守戒人终究好过伴在寻常人。前辈之情自当勉励。他让我把他埋葬。门的背后荣氏一族守门百年，未有差。此去亦未差异，求您常言，枉死既如此，我谨遵教诲，音律无私。
这个母亲也是个，这个母亲也是一个可怜人，他们估计是被匪徒那个了。然后这个人他也是个死人，他是觉得这个妈妈没有就是他有怨念，所以他就一直守在这儿，但是他又无能为力。能不能给他把这个井解开呀、啊？让他去投胎去。不能，我只能去这个王死城了。再见。哎，还不行，我还去不了，不好意思，我还有事儿没干。哦。哦，好可怜啊，这一家人。我现在该干点啥呢？哦，这就是孩子。大哥哥。大哥哥，你终于回来了，我娘亲真的知道弟弟在哪里了。娘亲为什么不带我去见见他呢？山长水远，他们相见，有容伯伯陪着娘亲，娘亲定会平安见到爹爹的。大哥哥烧的菜和娘亲一样好吃，定是娘亲交给大哥哥吃了我的饭菜，以礼还礼，便帮我一个忙。什么忙？平淡以后，你值此书函去城北仙一巷甜水铺，你只管将信函交与他，他会知道如何去做。这个人真好，估计给他找了一个后面安身的一个那个，还给他做了一顿饭。哦不对，我真好，我给他做了一顿饭，还给他介绍了我的朋友，他说去那边上班。我真是个好人。现在我该去哪呢？这边是不是有地方去啊？还是说我真的要帮他？哦，好了，这个井。他也不会出来咬我了。好了，我现在可以去王死城了。既为游魂，便不可久住，请随我而往。哦，我现在变成了领他们走的人。这几个游魂又是谁呢？这几个游魂是谁呢？赶尸。我竟然是个赶尸人。瞧瞧，这不是守街人吗？哦，守街人。许久没见着守街人了。如今外头是何年何月了呀？阴差大人，先前陆夫人答应我，带我为家人传信，此事可有着落了？大人，大人，我死的冤呀！我只是想多陪陪我儿，求求您让我再见他一面吧。前尘已尽，勿恋人时。将我打进王子城，你帮天杀的抢匪就该生瓜活剥。欺我老小，杀他全家，向我出城，我要报仇。都是你的错，都是你，叫我不能拜他左右，他就娶了别的女子，不得好死，我要他死。执念未决，
不得往这么多人都有怨念，我去。而且多好可怜，好多人都好像是遇到了那个，遇到了那个。哎，去哪儿啊？那走不动啊，搁这待着。哦，能走动。返本还原，相思不断。从葬之处，亦可瞑目矣。哦，他就进去了。哦，我是为了把他们带回他们自己的家呀。而且他们也很惨。哎，这哪呢？你怎么不快点儿？回家也不积极。哎，你怎么掉下来了？好了吧？好，这右边的动静是谁？我感觉这右边有动静，这个地方很熟啊，这个地方就是之前刚开始的关卡呀。哎呦我的妈，这天上我们怎么还有灯笼在天上飘啊？这就是那个新娘被嫁到的地方。哎呦！谢谢，好想休息啊！的超级火箭，谢谢。钻粉，谢谢，好想休息啊！我去，这阴生生的，这就是刚刚我们那个新娘嫁到的地方。谢谢，好想休息，谢谢。我已经快要吓傻了，我真的。哎呦！哎呦！药物在身，无心救世。尔等，莫哀求。这个人好像跟这个女鬼有点旧交情。他在这边搞他，然后他说你别烦，我现在有要事在身，没空管这些旧事。谢谢我，好想休息啊！好想休息啊！是不是涛哥呀？小贱人，你是来找你的。谢谢我涛哥，是涛哥吗？对了，不知道，我也不知道。谢谢，好想休息啊！这三个超级火箭，谢谢休息哥。后面有好多魂啊！这是我们的过错，我们有何过错？平心持正，乃职责所在。尔等于此修身静性，犹有轮回之时。
谢谢谢谢，好想休息，谢谢，好想休息。谢谢大锅，谢谢大锅，大锅大曲，大锅大曲，这是不是涛哥呀？是哪位大哪位大锅呀？感谢大锅，感谢大锅，感谢大锅，感谢大锅。今日大锅也喜欢看恐怖游戏吗？定然不会让你们走出去。这里面好多魂啊，这个地方全是这种鬼魂。大锅大气，这个名字就跟说实话，这个名字就让我想到我之前的 DNF 名字，好想喝奶茶。我最近还在玩手游，然后我取了一个我好想吃饭。看来人就是爱吃饭，爱吃喝拉撒，爱休息，真的。呀！什么？这个手好恐怖啊！鸡皮疙瘩起来了！我勒个去！这你敢走？我是不敢走。回来啦，进入王死城啦，但是我好像受伤了，你看我手在滴血。二爷，这祭台已经布置好。我在贡品也都备齐了。谢谢好想休息的四个超火，谢谢大气。巷口有熟悉的声音，是否查看？三日啊，可陈长官昨个还交代过，狼子的怪病。我说三日，定需三日。是，二爷说的是，小的无意冒犯，是小的多嘴，小的多嘴。上未命我遍寻良方，但众人皆知，这药引非守节人不可。药引，说来也是倒霉，那东岳庙。原先香火鼎盛的，但自从陆家没落，别说守街人了，连跳大神的都少了不少。就是，这个对话很小声吗？深居简出，若不是求神拜佛，谁没事上那儿去啊？怎么会这么小声啊？连个祭文都没，谁知道长什么样子？这不大海捞。我看看啊，是不是我自己的那个？回二爷，就是。是不是我这个声音调小了？好像是。这样呢？这事儿可就说来话长了。这样是不是大了？二爷，您慢慢听我讲。这样我老大了一会儿。怎么回事？不会很吓人的。我爸。你们能接受啊？我去！3月16日，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哦，有道是：夜静台前显罪孽，洋人作恶受严刑。宜春，阳间啦！我亲耳听了，东帝他老人家说，张阿伯总是仗着余手，阳间了，阳间了，门当户薄，一生一生的偷人家的粮，这罪。可是要扎。等一下，我要站在他们旁边玩。哎，我要在你的，我在你的，我靠在你的肩上玩恐怖游戏。盖盖，你不会介意吧，盖盖？
哎呦，小少爷，您瞧瞧我，我这一时糊涂，交规我敢晌午就还了，您千万得再。哦，回来了。今日休憩说到这儿了吧？散了散了。咱家小少爷不愧是鬼帝次子，这恶鬼不敢，可不是吗？要么说呀，人还是得积德行善，免得呀死了以后落到枉死城里头受苦。哎，小少爷，那我们先下去干活了。都散了吧。倘若事先知道你这般满口鬼话，那符水就应当多烧一碗。你干嘛总是骂我？但话虽如此，陆医生每日不辞劳苦上门帮我治疗眼睛。你救人莽撞，双目被肾气侵蚀，遗传只有我可以，贵府托我登门做一桩生计罢了。唉，算了，这片土地连皇帝都没了，却还发生这般荒唐的事，同鬼成亲，这叫什么话呀？如果我这个当哥哥的都护不住他，那等我成了哥，病愈不久，莫要动气啊！生身，这就是乔荣，就是开局的那个新娘。这俩，这个人是我哥哥，他真是我哥哥，我没叫错，他就是我哥哥。我看我一下，怎么了？多思无力。这些天，我听小荣说过。陪嫁的女孩并非全部出自名声贵族，而小荣逃婚数日竟无人上门问责。哥哥，我不嫁哥哥。这种亲事远不似我们当中有舒四先生的女儿，也有米婆阿婆的孙女。嫁这么多人，她什么东西让我们这么多人陪嫁？即便是为死人娶亲，以上位的财力似乎也过于不登对了。属缘有耳，不可多疑，手给我。喝了。陆医生的符法好生灵验，米纸酱油罢了。这皱纹是酱油所绘？奏效的从来只有药理，但人们信什么便认什么。贵府令我为你压惊，不这样他们信不过我。不就是做戏吗？不要这么真了。这也太难喝了，还连着给我喝了这么些天。堂堂乔府少苦便也算了，怎会有人往汤药里加酱油啊？未免太奇怪了。那我去给哥拿些糖果子吃吧。哎，不用不用，我都好得差不多了，怎么能总是叫你劳累照顾？这个人是我哥哥，但是还不知道他是干嘛的。不费事的，方才熬药的时候刚巧瞧见陈妈新做了莲藕酥。但是还是去了，不对，还不是让我嫁了吗？最后还是让我嫁人了呀。即便不是为这医病，这肯定是大户人家了。今后若有闲暇，也可以像前些日那样来乔府找我喝茶呀。无功不受禄，如何叫我短吃你呢？哪里的话，我们不是朋友吗？再者，你可以讲讲王死城的事儿啊，鬼鬼神神之类的，府上的一审伯伯都可喜欢听了。一个人说话书生书气的，一个人说话就是很，我是医者，很朴素，不是江湖骗子。这不是在开玩笑吗？况且近来我发现因果报应拿这四个字去归属轻慢不端之人，比喝则要管用多呢。我刚好也说了这句话，因果报应。亲眼目睹此番谬事，愈发不止，更觉心惊，家中姊妹皆被这些于心糟粕所害。幸好小荣已经回来了吗？所以就是说现在已经之前那一趴已经解决了，被这个穿蓝衣服的男孩子解决了吗？鬼城之事你还记得多少？大抵上都记不起来了。
已经解决了。你从小便这样，总是忘事。对哦，3月16号了已经。先前我目不能视，记忆脱身。之前是3月3。也没有再纠缠此事。哦，大结局了，是不是大结局了？乔公子，乔姑娘，谢谢我大哥，好想休息啊的超火，谢谢大哥。大哥你一会儿要是恐怖的时候，你送超久回去，可能说实话可能会把我吓死，我跟你说。一会儿现在还好，这个音乐比较轻巧啊，比较轻快。怎么是这样？哦，你不看恐怖的？你什么都知道。那我现在在玩恐怖游戏，你不会害怕吗？我自然知道，这次算是侥幸，我们活着离开了。这样子，你可以把你的眼睛闭起来，或者说把我们的屏幕把它变成黑屏，然后你只听我的声音就好了，知道吧？树欲静而风不止，这样就最好。倘若不这样，你也不会怕，定然不得安宁，然后还能听到我的声音。什么？我先走了。去你的！你跑得真快，你跑得真快。9点钟，怕不是又要去喝点小酒什么的了吧？真的。我定会查清楚这件事，给你讨个公道回来。谢谢，我好想睡觉，哥，谢谢你哦，么么么。好的呢，上位指名的是我。主要是我声音很吓人，你要查的也该我去查才是。哥，眼下你只管在。小荣，你怎么忽然同我见外起来了？乔哥，我只是担心。倘若前路开阔，我们只管携手并进就是。若是前路凶险，我又怎能让你一人独行？我在家休息，受伤了，喝不了小酒了。哦，这样的吗？我不会有事的，你放心。为什么呢？为什么会在家受伤？你在家受了什么伤？你在家做了什么剧烈的运动啊？那或许我们可以先去白鹿巷的米铺看看。嗯，那咱们一起要去找小米的消息了。但是刚刚有个细节啊，这个哥哥他觉得有这个妹妹有点跟他见外。对，难不成说还有内情？现在我们去找小米，我们去看看小米在不在。这家里面是个大户人家啊。哎，上哪去找啊？哦，这有个门。OK， 走了。在长沙摔了一跤，你别装了。半月板坏了是什么？你不是在那边喝酒吗？你怎么喝着喝着把自己喝病了？半月板是什么东西啊？真的呀，膝盖呀！啊，怎么没有听你说呢？好好看。跛轮盖摔坏了吗？跛轮盖那有点严重啊，那你走路都走不了，那不是特别的。我笑了，天，我不信，喝多了去买饮料，天太黑摔跤了。乔家的小女儿面上是洋溢，实际上骗我呀！那黑皮他不得送你走，对吧？你不得喝醉了，你不得被人送上车，你还去买饮料？
这样吧，那你只能最近你要出不了门，那你就在家直播吧，在家直播吧，顺便挣点，不然你在家待着也没有事干。你看你想玩啥游戏，我跟你玩个游戏。你不是那天吃饭说你要玩游戏吗？找个游戏玩玩，陪你玩一下好吧。白鹿巷到底在哪？白鹿巷直播知道吧，直播，然后我跟你玩玩游戏。右边是白鹿巷，典当铺是不是这里？哦，这儿，哦，这可以进去的。对呀，我之前也是摔了腿之后，然后我就火了。你也要火了。我之前就是摔了腿之后，然后我直播就火了。这是好用意，真的。而且我跟你说，就是你在腿摔了之后，你的生活就耶。怎么就他们家阴阴森森的呢？这外面都这么那个了。美人。哥，屋子里好像有位，这我也不确定，兴许小荣，咱们去找巷口那位老伯。就这么大白天，怎么能搞这种吓人的玩意儿？巷口的老伯。哪里有老伯呀？我看看，是不是这个老伯呀？真的很吓人，他把声音调大了之后更吓人了，是这个吗？老前辈，请问那家米铺的老板为何不在家？哎呦，这不是乔家上。我跟你说，涛哥，你要真的在家出不去了的话，你就在家里面。就是不动了的时候，其实爷爷你要往好了想，你还不知道吧？那铺子里原有个给人看事的，平时也很难有这种时间能够静下心来，什么都不想，趁着自己啊出不了门，然后可以多想一想，说不定之后你那个思维就更开阔了，直接哐哐挣钱。后来不知怎么着，竟死了一个。昨天坐了一天轮椅。这没过多久啊，我跟你说，这个时候你就要心态好，你要心态好就是最好的，因为你如果不心态好的话，你就会容易就是很闷，觉得哎呀这也搞不了那也搞不了，就剩下一个女娃娃，你这个时候你就得想，怕一时半会儿 你只是受伤了，你腿没断就是非常的开心的一件事了，知道吧？我之前骨折的时候我就在想，还好我腿没断。小荣，我要腿断的话，哎呦我的妈，那我太惨了，必是恶果，生死有命。我倒是不信什么生死有命，所以你也要这么想，知道不？这样你就能觉得自己好幸运哦，命数也该握在自己手，这样你就会很开心，每天也不会觉得你摔了腿难过，知道吧？便不再说什么皇姑娘吉人自有天相这般套话。只愿他能遇难。那哥哥，我咱们可以试着绕到铺子后头去，看看有没有什么旁门。好，我们要去找这个小米了，绕到铺子后面去，从这边走。本来就是啊，你这样想就没有那么难过了。嗯，上锁了。这外面这么大个阳光，我真服了，还能，咱们还能，我身手好矫健，
这里面也不错呀，里面有一股腐臭味，不知道酿了什么。房子锁住了，来跟我们的妹妹对一下话。我想在这里将小米的遗物烧掉。小米嘎了吗？行，这里已经没有人待过了，搞点柴火，搞点柴火，咱们把它烧了。来吧，哥，你怎么了？啥声音啊？眼睛又不舒服了吗？没事，许是方才打火的时候被烟熏着了。哎呦，小心！咋了？这方才似乎有一位身着嫁衣的少女站在……这么大白天开玩笑呢？好，正好给了我们一个钥匙。走，我们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小米没了？为什么黄小米他没有一起回来？而妹妹却回来了呢？这就是我们之前弄的呀，对吧？嗯，这是他们的账本。我似乎记得她是陆医生的母亲。问明从账簿来看，这位婆婆不一边行屋东岳庙首接东岳庙的陆氏乃杏林世家府上的姚护工，但也只是从前，倒是上位前些时候修缮了一番，还给神像镀了金身，还夹了一封信。不好意思，圣音医院。圣音医院，怎么感觉这个情节越来越复杂了？我都有点看不懂了。乔少爷，这里便是化验室了。哦，您的课题需要什么试剂，都请自便了。这还有什么吩咐？又是这个男孩，还有他的秘密，他们直接过来了吗？还是说这是回忆呢？幸亏留洋的时候学了化学，不然都不知道要用什么理。哎，哥，你的眼睛还好吗？说什么呢？好，他混进来，他想找什么东西？嗯。不好的回忆，一盏灯。以胃治胃，以心归心，以血导血，以骨入骨，以髓补髓，吃啥补啥呗。哦，为什么给我画了个猪脑是什么意思？哇，这个作者是不是暗示我多吃点猪脑就补脑子？我真服了。差评，我要差评。嗯，水池有点生锈，打开窗户，这里面有点阴暗哦。好，这是一个医院。大爷啊，不是吧，听见了？我在你旁边呢，笑容，你先不要乱动，我去找找看。我真服了。啊，什么东西啊？啊，哎，哎，我们过去不就行了吗？这边没灯。谢谢你。
我们去那边。的话，这些中奖绝缘体的飞机，谢谢，吓死个人。啊！有鬼！哎！怎么越来越黑了？你看到个东西了吗？为什么突然停电了呀？可是……哎呦！这啥？散发着一股不祥的气味，气息。不知为何，心中总有一种……是有一点。这里又黑又闷，春风化雨，阁下。什么动静？爷爷爷！那外面是什么怪物啊？我起鸡皮疙瘩。陆先生的办公室。恢复电闸，恢复电闸。跳闸了，跳闸了。这个刚刚这个门动了一下。没有钥匙。哎，我妹妹怎么没过来啊？我妹妹咋不过来呀？你这边怎么这个灯还带变色的呢？哎，上面有一只手。传说在远古的洪荒时代，世间浑浊一片，只有那个幻化了一只大鱼，大鱼游到哪里，哪里就是惊涛骇浪，那个，然后有一天，天神们将他射杀，从大鱼肚子里抛出了人类，他死去之后化作了陆地，他在死前呼出的最后一口气，升天变成了云海，陆地孕育了人类。哦，我讲故事呢，这边呢？啊？谁？耶，这个床上是不是躺了个东西啊？谁在叫啊？这昂贵的西药摆满了一柜子，谁呀？谁在叫？谢谢，好想休息啊！这超级火箭，谢谢。哎呀，吓死个人！好吧，一坨肉团，我去，这是干啥呀？
里面泡的全是肉块，为啥要泡肉块呢？一个菜刀搁这剁剁剁，我真服了。走吧，我们现在要去二楼。这怎么可能不会吓到啊？这声音很大的，我的耳机。谢谢我涛哥，谢谢我涛哥的又一个超级火箭。别吓了。半夜怎么这个楼一开始还是很正常的呀，突然一下变得不正常。我去，别给我看这个。哎呀啊啊啊 no no no， 我死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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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这怎么跑啊，他是不是得让我关门啊？快走快走，咪咪咪咪咪咪，快走快走，咪咪咪咪，快走！关门啊，关门啊！他不让我关门。Oh oh no oh no， 他不关门，他不让我关门。我主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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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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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这边走这边，他不让我关门，他不让我关门。我走我走我走这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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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让我关门，我给走这边走这边。太吓人了，你没有什么反应的吗，妹妹？剪碎枷锁，剪碎金鸡，剪碎。哦。谢谢涛哥的又两个超级火箭，吓人！谢谢涛哥。现在应该可以出去了吧？他们在外面巡逻，而且走得很快呀、啊！来了来了！你这不是？这怎么过去啊？我真服了！来了来了来了，先躲起来。为什么死？竟是因为乔家？为什么？爹娘为什么要做这种事？陆先生的死，陆先生是谁呀、啊？
了，这有过不去了，我能不能直接冲过去？知道了，是不是现在可以过去了？小女来代替他，啥意思呀？就说这个小女就是我旁边的妹妹呗。我妹妹的生辰十分特殊，然后将她收到抚养，但是这就是她的命。什么意思？她不会被鬼附身了吧？现在我这个妹妹不能让小孩发现这东西。果然你就当着面烧吗？既知不亲不孝者，将受剜心之刑，因何如此？何为亲？何为孝？亲孝又究竟取孰人定夺？身体发肤，皮血骨肉，接受于父母，往及亲至，是为背亲弃孝，当剔肉剜心。倘若我果真十恶不赦，地狱之刑我自受之。但我并非不亲不孝，我只是见不得是非不分，以黑为白。我只是不愿做跪着的孝子贤孙。妹妹现在到底是活着还是嘎了呀？要打我了！啊！谢谢你。哎，什么意思啊？躲在这里。高门不入，富贵如洗，怎的除了你这个肆意的混账东西？父母之言，媒妁之命，女儿本应如此。堂堂男儿，何苦插手姊妹之事，坏我家风啊？躲在屏障后面就没事。过去极限。现在啥情况？可以走了吗？男子该当放点乾坤，升提足，却日日流连归堂。饥肠鼠肚，欺上我也，欺上我也！儿，爹娘垂目，无求无欲，所做一切皆是为你着想啊！总有一日，你定会明悟。哎呦，还挡我路了！啥意思呀？怎么我爹妈还说话了？他到底是什么意思？把我妹妹就是嫁出去了，嫁给鬼了。哥，什么是剜心之刑？为何你一直不肯告诉我？他这个好像是倒叙的，究竟发生了什么？这个故事，并非想要刻意瞒你，但我确实有时记得，有时候记不得。从幼时起便似乎常常如此，那般多的人和事，不知为何我总是会忽然忘记。娘亲说是因这失魂病，
但哪有这般荒唐的病？不过我早已习惯了，有时候记得，从而值得庆幸的是，对不起，都是我的错，是我连累了哥哥。你的眼睛吞噬，因为我。别这么说，若能将你救回来，别说是毁了一双眼睛，哪怕倒是你爹娘送你去冥婚，你为什么不反抗呢？我虽不是生在乔府，却自小在乔家长大。他不是亲生的。那君大人指明要，那么这一嫁，便算是将幼年的恩情还给他们了吧？这样，便能还得了恩情吗？哥，当真是这么想的？小荣，你看这些祈福和灯。陆医生说过，冬月七十六司，寓意叫人畏天命，敬鬼神，不行恶事，免受恶报。可实际上呢，人若是丧尽天良，不惧恶报，又会信他几分？天命，鬼神，仙人怕是也料想不到，人心已不是报应。我倒宁可相信，这双眼睛，才是对我真正的惩罚。视而不见者，这个哥好帅。如果我没有忘记，如果我早些看得见，二姐、小五、徐伯，他们是不是皆不会死？张姐，我得看得见，我必须看得见，看得见自己活在一个怎样的世道里。我感觉到了一点点的下雨。记得小时候，他在我头上说话，我感觉到了下了微微有点小雨。就是哪吒三太子和孙大圣。我倒觉得啊，有这一派风骨。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如若没什么可信的，便信自己吧。人生苦短，总该好好为自己而活。嗯，我记住了。又是一年春，明日我们去放纸鸢吧。好的呢。第二章了，明天去放风筝。哦，3月17了，又到了这个人的视角，他来到了安抚。耶，全自动家居啊。这里面透露着红光，就很恐怖啊。这又是谁的家呀？这若没做亏心事，又何必拿剑辟邪呢？很奢靡。这个又是哪一家？哦，艳府，对对对，艳府。艳府又是哪一家来着？有点忘记了，有点忘记这个故事说的艳府是谁，是不是那一家富家公子要嘎了？然后他就找人冥婚，救他的儿子。悬丝傀儡，且看燕翅戏班。哦，这就是他们的那个。
感觉他有点跑调呢。面目不善的傀儡。为什么突然深更半夜要来这儿呢？这多瘆人啊。这个人好像是一个，就是那个很要看哪张戏票。什么东西？我看看。哦，西湖，白蛇传。就直接能看吗？哇，这么高级。戏台上似乎少了点什么。少了点什么呢？少了一壶酒。先看看，台上似乎少了点什么，少了啥呀？少了个酒，少了个戏票，檀香，少了个檀香，少了一把伞，哎，少了一把伞，走。红楼梦，红楼梦少了个什么呀？红楼梦少了一个，少了一个那个叫什么？哥哥，我送你的香囊，你也送给他了。哥哥，我送你的香囊，你也送给他了。你这个渣男！不对吧？我们现在要去找东西啊！但是我发现这边什么东西都没找到，这个无脑了，直接选第三个。第三个你们看过吗？我没看过。人偶手中已，哦，这有个伞，哦，找到了一个伞。走，我们先去把伞的这个放了。这厌世戏班虽出道已传，人地两生却已经声名在外，可是不简单呐。可不是嘛，这班子里的台柱金小兰什么旦角都唱得好，那燕班主的傀儡戏更是曲尽奇妙，每一出都让人回味无穷的。据说这金老板祖上也是宜川人，南边打起仗来日子不好过，才领着戏班回了宜川。这同乡会也真算是慧眼识珠了。
哦，然后获得了一个白帕帕，白帕帕我们直接拿过去。他这个就是用这种方式，然后为我们讲一下这个燕家戏班的故事，啊，它里面提到了一个女人，那个女人她是一个就是演戏的姑娘，很厉害。燕班主这傀儡戏当真是出神入化，也难怪是一票难求。不过这金老板进来的戏倒是少了些，这新旦角啊，总是唱不出他那几分劲儿。哟，还没听说呢，金小兰近日不曾露面，你看没？听着坊间传闻，他有个私生子呢。就说他有个妻子，然后没唱了。那没演，可跟他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呢。于心水性还不算打紧，最打紧的是啊，那孩子是个野种，没爹。这事儿一出，戏迷们谁还愿买他的票啊？哼，这就叫什么舆论？我去，你看到没？那个时候也有舆论，现在也有舆论。谢谢忘记剩下，只留下空白。对呀，古代的男人这么八卦，我真服了。这就是网暴啊！你就像我，如果突然传出我有私生子，你们肯定也不看我直播了。天端主台下温文尔雅，台上也是这般意气轩昂，真叫人倾心不已。小姐，这人不可貌相，坊里可都在传着那金小兰的野种跟燕班主颇有几分神似呢。华言风语，岂能仅凭一面之词？哎，待这一出唱完，你且去问问燕班主，愿不愿入赘？倘若他是识趣之人，自知其中好歹。是是，小姐中意他，乃是他的福分。前尘旧事，有个小姐，有个名门小姐看上了这个，看上了这个人。好，但是有传闻，他和那个戏台子里面的那个金小兰还是红了十里八里的名角。我看他刁蛮泼辣，都不像个女的，反倒是那燕老板，不但生得白净，说话也柔声细语，是个周到人。可不是啊，要不怎么会被那薛府的小姐看上呢？宜川谁人不知道薛老是靠什么发家的？那大小姐啊，自然也不是什么善茬。哎，这薛府啊，不，应当说是以后的燕府，怕是得有好一番热闹喽。哎，话跟莫不能嚼得这般死，金老板性子顺利了些，但终究不还是因着咱燕老板弱吗？这遇了事总得有个出头的。哎，正所谓阴阳互补。戏班子能混得今日这步，多数都得仰仗金老板，否则啊，咱们就跟外头那帮难民一样，饭都吃不上了。还是八卦好听，还是八卦好听。自从燕班主得了薛府小姐的青眼，兰姐每日都在台下耍性子，燕班主倒也是能够忍气吞声，不见任何作为。啊，男人果真都靠不住，更何况是个男戏子。哎呦，我早跟兰姐说了，这男人的事儿啊，不能一概皆知，那也不能完全不知。咱们班主啊，表面上踽踽如儒，实际上可不是只捧奸犬，不但不会认下这母子二人，还得压上一头呢。那孩子也是够可怜的。哦，真是他孩子啊。学戏便吃尽了苦头，这以后进了薛府，更免不了得受一番屈辱。不过说起来，还真是那个人的孩子。有朝一日，这强抢民女的桥段，也能落到男人头上。军阀、财阀，面对这等强权，男人和女人又有什么区别？哎呦妈呀！哎呦妈呀！哦，那个金老板和那个男孩子确实。和那个燕府的那个人是一对儿，生了孩子，但是呢，他又跟这个小姐姐好上了。因为他们家有权。关系很复杂，
这就是他们的后台，但现在已经变成这个样子了，非常的惨。这就是那个电梯啊，我的妈，我是一点也不怕哦。这是下哪儿去了呀？耶，这应该就是那个金老板，金老板。被他看，我勒个去！他什么时候照红光啊？我觉得我直接过关，这怎么弄啊？怎么救他呀？我去，哦，那边有个大哥，看到了，直接给他威50就过了。把这两个都吹了吧，估计就好了。还有吗？那能救了吧？这是谁呀？等等我呀！游戏很喜欢跳脸，他特别喜欢跳脸，跳脸就很容易被吓到。没有头，好惨啊！他等他的夫君，可他的夫君不见了，为什么？
不是说好要一辈子？为什么结婚之日你却丢下我了？你这个丑渣男，你去哪里了？为什么不来见我呀？不见了，金小兰之墓。金小兰，埋。一个头。一个玩偶，哦，一个男孩玩偶，走，我知道了，兄弟们，是这样的，这个燕家的这个男孩子跟这个戏台的金老板两个人呢，就是互相看上了彼此，然后他们两个在一起了，拥有了一个宝宝。这个时候他说，我生的宝宝，你要跟我结婚，然后就要逼着他结婚，结果他结婚的时候没来。是什么花好月圆人已瘦，却见山河万里雪染柳。寄梦梦斋一去，故作真谛。日里才得把相思债还清。我也盼花枝共白发，水隔远红掌雪郎饭。我一盼鸳鸯同埋葬，水过远一人两鬓斑。因为梨园归不唱亡国歌，娘子珍重了。然后他就走了。夫君，然后他就走了。他走了之后，没想到他攀上了那个一个富家小姐姐，然后他就变成了一个亡魂。不是吗？你看，捆着一个姑娘呢，斩杀，封印吧。这谁？二爷，你瞧瞧他，当真是守贱人后裔，好生心狠呢。即便面对自己，也是杀伐果断，毫不留情。我知道你，你是二爷的亲人，你们的血液出自同源。你还知道什么？我还知道呀，守贱人是行走世间的月亮，人间愈暗便愈要发光，可如今连日头都被漫漫瑶溪遮掩了，而你日前东家向我求喜，这才亲自相送。
杀了我，想要多少便有多少。一时玩笑罢了，师弟还当真不成？深夜屈尊会临寒舍，莫要讹我请你吃茶吧。燕府被善玉吞噬，我便替你处理了，还你在王死城的人情。讲的倒是轻巧，你们这一个挨一个的往里头钻，可让二爷好一通忙活。你家主子也并非善类，为何要救那素不相识的乔府公子？哼，顺手顺路的事儿，也不曾想竟捡了个金贵人物。哼，我家主人怎的就不是善类了？况且二爷如何行事，自有他的道理，寻常之人怎能领会其中成？哼，你家主人确实深谋远略，否则怎会有这等鸿运？你休要诋毁二爷。无妨，我又不姓陆，缘何要做善人？红雀，你先下去吧。快下去养伤吧，那刀疤那么大。休想再搪塞于我。那是自然，我亲口承诺过，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不过在此之前，师弟须先打我一试。世人皆知王死城乃人心影射，而你在那里究竟看到了什么？女婴。女婴？还有师父。你娘今夜前来，正欲问你，王死城的领域已经覆盖了整个城邑，宜川发生了什么？你去荣氏义庄又做了何事？尚未要寻守接人，我碰巧知道如何寻得守接人。助纣为虐。哼，若无于复饮，怎为这一份空穴来风的手稿争得头破血流？与虎谋皮，位尊身威，尚未予以守接人入药，你可曾想过届时自己该怎样脱身？我怎样脱身？与你守接人皆是冰魂血魄明月入怀的傲霜之，管尽天下闲事。你说过，若以一人之死换更多人活，便是死得其所。但我不同，我偏偏只想要一人活，要其他人死。就是这个逼吧。我素来劝不住你，师父的忌日到了，随我回去上一炷香吧。这个二爷他就姓燕，就是他这个逼燕，这个燕渣男，是他吧？刚不是故事上面说姓叶吗？对吧？就是他。他是不是那个燕家的人啊？他不就是那个哥吧？1909年。这啥时候的事儿了？听说蜀地又有什么新军起义了，朝廷的大官在逃难路上都被行刺了呢。这个不会就是燕家的那个大哥吧？感觉有点像啊，看看是不是。这是男孩子还是女孩子？看起来像个男人。气的，我若是你，定然笑不出来。毕竟，你妹妹还骑在你后。快点！他们打你，你就有神明面前，这是讲他们两个小时候才显得有诚意。现在怎么变这样了？等了有好一会儿。他们两个也是唱戏的。你跟着我做什么？听人说，宜川有守接人，能通天地。就是那个守接人小孩时候的样子，就住在东岳庙里。哦，这就是刚刚那两个人，他们的小时候。
这个白头发的老妈妈是他们妈妈。前日便嘱咐过了，今后师傅，少。阿瑶，给我不是来讨饭的。你叫什么名字？燕怀清。喂，你还是快些回家去吧。守街人从不招收外星人的，只有纯正的陆家血脉，才有过阴的能耐。西云，他想跟他一起做守街人。我今日来了，就定然不打算再回去的，请您收留。好，估计他把他收下了。起来，你跪在人家门前要做什么？金小兰，你可不争气的，你老爹是个窝囊废物。他是金小兰的儿子，那个二爷。这位夫人，您有什么委屈，皆可诉于我，请先进屋说话吧。震惊，这什么错综复杂的关系？哎，起来，阿瑶。谢谢。没谢没谢，看错了看错了。去哪拿吃的呀？守街人不收外星人。这个金小兰，她是一个唱戏的。说规矩是死的，人终究是活的。夫人，您行行好，我祖上也是宜川人。若当真如此，您可否让我宴席？是否姓陆？只要夫人肯收留我儿，要宴什么都行。既然如此，我便将他收下了。我全身上下的每一个器官都在说着，谢谢猪徘徊猪头的猪徘徊猪头的一个飞机，谢谢。他跟着我，也只怕仅能是有口饭吃罢了。可以了，然后就把他收下了。这个金小兰是一个，就是不知道跟谁生了这个孩子。然后这个孩子就是他那个刚刚他们两个对话的那个男孩，那个二爷，做聂巴萨的。这血印罕见，或许也算是种缘分。我准你留下，今后便换你做怀亲了。陆家人丁稀薄，倒也不必刻成师门辈分。你既年长于犬子，便唤他师弟即可。阿瑶，他既入我门下，今后需真心照应，待他找一清静之处，先去歇息吧。跟我来吧。这两人然后就变成了师兄弟了。他带他找。Follow me， 走，跟我去右边 ，Let's go。结果他们长大了之后，反而有点关系有点不好了。来吃，我来帮你吧。不必了，走，我们去上面，去上面吃。是这样的，这个男孩子是不是变坏了？是因为他妈妈，是不是有可能是因为他妈妈？因为他妈妈后面被人害死了，他妈妈金小那个，咱们就做客房吃吧。哎，给我吃的吗？你吃不吃？吃吃啊，当然。哎，师弟，你要如何？精怪鬼神皆能吃得，唯独你吃不得。吃得好吃，晚上也吃贡品，明日也吃，以后天天都吃贡品。
然是陆家人，不近人情，必有鬼祸。古人诚不我欺。诚不我欺是什么意思？给我讲解一下。哦，不骗你的意思。哦，这个游戏就是要看剧情啊，不看剧情就没有意思了。它就是这种微微解谜，然后带点剧情的。它就是为了给你讲个故事，然后时不时的吓一吓你。不看故事就没意思了。我已经在很认真的看这个故事了，但是我还是有点没看懂。不知道是不是我没看仔细。守街人的灵位，我取这么多。书阁，哦，师姐，针灸。到这故纸堆里还有此等怪胎。眼痕怪胎？那不是和我一样了吗？这可不是怪胎，是守街人古老的渊源。我们并非怪胎，而你亦不是。哎，师姐，我是不是不该？不必不必，师弟虽称作师门，但终归也还是自家人，唤你师弟总觉太过生分。我叫你这个陆细云感觉很好，但是在后面的故事里好像没有遇到过。师父能准你留下，我自然欢喜。七年以来，陆家人丁衰落，出生子十之八九皆有先天之疾。是因为鲛人的诅咒？陆家先祖是这样认为的，玄狐济世，过阴平冤，皆是为了……兴许是亲族许阴的缘故呢？这么讲可能多有冒犯，但我却曾在书上见过男女同性，其身不凡。竟还有这种事？阿衍真是见多识广，在家乡的时候，舅夫子说着人不学不知道，看来以后我也需勤勉学习，多找些书来念了。师姐谬赞了，我长在梨园，哪敢。不过说到家乡，师姐原不是宜川人。我来自临镇的陆家，前不久才过来宜川，许是家人觉得快要到了年纪。不说师丈过世的早，师父又严厉的小师弟的话，兄若要找他，可以去东边的竹林瞧瞧。我这下这么好的师姐，是我们要去找我们的师弟啦！我现在要去找师弟了，说让我们去东边的什么林子去找师弟。下楼，下楼，下
上楼下楼去找师弟去。直接出门，出门找师弟去。哦，来了。师弟，你在和谁讲话？你看不见的，那你指给我看看呗。我的心和我的肝都属于你。谢谢皮卡丘的飞机，谢谢皮卡丘。你不怕吗？大气。怕什么？怕鬼。为什么要怕你？他们都怕我。你袒护我，收留我，还给我东西吃。至于鬼，师弟，鬼相生于人心，千变万化。我想了想，觉着还是我娘亲骂人的时候最可怖。都很可恶。我不是蜡笔小新，谢谢皮卡丘的两个飞机，谢谢。师弟，你是在听冤吗？不是。不听冤，那你们在聊什么？书上不是说路遇游魂应当予以度化，度化不得便需打入枉死之城。他并无恶意，我感觉不到其中恶念。可若无执念，又怎会徘徊人间？他说人间太苦，宁做一只野鬼，不愿再入轮回，只是爱惜星辰日入，月歇花朝，这样便被打进枉死城里，未免可怜。要是拔了之后真的能当一个野鬼在路上走，那太好了。我去，不用吃东西，不用睡觉，天天就出去看风景。我知道了，师弟尽可宽心。谢谢索拉卡的飞机，好像也不错。我在戏班的时候不用上班，没人愿意与我玩，所以啊，我也给自己找了许多旁人不知道的朋友。我还给他们起了名字，阿飞、阿鱼、阿。后来呢？后来他们都死了，我将他们埋进乱葬岗了。唱戏的走到何处便唱到何处，哪有那么多讲究？我见过太多小姨死的时候连张席子都没，随便裹了一裹就给扔路上了。师弟，你那鬼友可有名字？他只记得生前未及豆蔻。既然喜在庙前握竹赏花，又是个女孩，十六，便取花好月圆之意，以树为名，叫做十六吧。也好，草木逢春，反凶化吉。梨园里的老先生皆说我严谨，不过呢，我可不行。这动物的寿数安能比得过人？陆家人，这个男孩也挺好。呸！何必如此咒罚自己？喂，入夜了，准备听冤去了。听冤去了，他们要听别人就是讲他们的就是不开心吗？秋天了，世人苦，情难悟。1916年了，月难诉，莲花灯，前长大了，过十殿，听鬼哭，人心一念，俱化为鬼，幻象一方，故须除此执念，消解残魂，缅怀阴阳。长大了，哟，哦，这就是传说中的听冤。阿团，你回头。谢谢 AA1886， 我劝你善良。我去，这是什么冤？就是钱财不善，虐妻致死，去了寻车，不可，可完了，选错了。山里有村，那个横行，上了村上山，村人可否向人寻仇？可寻就完事了。
怎么？两岸抢货，殴打，误入一看你说的官子不走，四口可寻仇，可寻，可寻。